盖亚教预兆，香港将会有一个经济浩劫。2025生死存亡。盖亚教咧，就主张人类回归到前科技时代嘅禁欲主义。地球毁灭论啊！我一过咗马路，转头就唔见咗朱教授。有个女人3日之前嚟揾朱教授，呢个女人可能系令到朱教授失踪嘅原因。曼哈顿夜总会个 PR 啊！